啊，你的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好。十分钟不止了。啊，没有，你的那个先坐，都要先坐。我把这做好，马上就坐你的。坐着是给谁带走？这位小哥。对。 给我一个呗，我骑着赶车，我。你的那个要直接吃，你那个不能打包，你的那个要直接吃。我知道我赶不上车了。我马上给你做呢，放心，很快。好，放心，很快。 那好。